玩小熊躲猫猫就是要换成妮妮，妮妮你介意吗？嘿，介意，十分介意。你就不能客气一点吗？不能。那丹丹你也换成妮妮吧。你们都欺负人。三毛快说，我们谁才是真正的妮妮？我是，我才是。嘿嘿，搞不清了吧？不跟你们吵了，我要先去熟悉地形，让我想想待会儿变啥好呢？变个椅子还是书本？正好这就变熊了，还是一只这么蠢萌的熊。看起来我才是要被抓的那个吧。使用任意表情可以变回原样，还是妮妮的外形比较凶狠一点。嘿，本来姐姐你说什么啊？哈哈，我夸你好看呢。哦，差点就被妮妮发现了，赶紧穿好装备准备去抓人，换成妮妮的样子，说不定他们会把我当成妮妮呢。嘿嘿，小猫咪们我来了，先来巷子里看看，这地方没有三段跳还跳不上去，还是换个地方吧，去大厅看看，这地方也没有人。刚刚头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动？这怎么还有一个血条呢？看来得找个地方上去，看看这边有没有楼梯。水柱正好可以游上去。哈哈，我看到了一台会动的电脑，别着急，先假装没看到它，然后再装模作样的说，哎呀，这是谁家的电脑，好豪华呀。哎，它也跑得太快了吧。嘿，别抓我，别抓我！原来是妮妮啊，妮妮，你别害怕，我是你的另一个分身。你看我长得和你一样，我是来帮你的。嘿，别想骗我！哎，我赌。哎，你就是班纳姐姐，我一开始就知道呢，大家千万别上当，班纳姐姐变成了妮妮。真没想到，我的计谋就这样露馅了，我抓定你了。哎，别追我，别追我！你好歹也做做其他人啊，比如再想挪你看戏的那个蛋糕。哎呀，是这儿啊，这蛋糕怎么还会掉亮片呢？我猜是劣质的吧，劣质的蛋糕不能留，我打。嘿嘿，本来姐姐你真厉害，多少你不打妮妮的吧？想得美，妮妮你还是我的第一目标。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妮妮是你吗？不是吧，我打。我都没动过，你怎么能这么精准地找到我？嘿嘿，这是秘密。啊，过分呢，过分呢！本来姐姐有超能力，她能看得到我们。嘿嘿，我才不会告诉妮妮，她的血条没藏好，全给我看着了。不着急抓她，她躲到哪里我都能发现她。比如这里，哎呀，这里啥时候多了张凳子呀？又比如，哎呀，这电脑好特别呀，怎么长了一张妮妮脸？还有这个，这是丹丹。不玩了不玩了，躲哪里都能被班纳姐姐找到，救命啊。嘿嘿，所以小伙伴们玩躲猫猫记得隐藏你们的血条再来哦。